不能放空，白苍蝇去三家不能放，弄五啊吼来，谢谢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来来来，要吃鲑鱼过来，我鲑鱼分条我不猛吃，来听的，早上哇，九块的，智利鲑鱼来，起码我一斤放啊，这一斤放三五，一斤放三五几条啊。这青菜一地拢金瓜冬，青菜一地拢金瓜。这一块，这一块超过一斤哦。一人招三个人客来，一人两地。这一地金瓜，一斤三五，一地卖讲开四百，这两地开八百。我招上个啥？六百、五百块了，五百块。这两地贵五百，三个客人来，这样就四斤重啊。五百了，五百块，五百块，五百块。从乌日过来到第五市场。我发票啊！我以后来无人来，咱先。我讲无一个够上来，这三地够500块，500。那个。过来谢谢啦。复兴路一直骑。到。复兴路一直骑，想要吃什么鱼？到五泉路左转。到五泉路左转。然后。然后到三民路右转。这鱼皮啊，起码看一块啊，这。就复兴路接五泉路。邓皮啊。穿烫的要用瓦萨比，完全都没有刺，也没有鱼鳞，依然都改用好啊。接林深入也是可以。一斤重一斤啊，一斤我好人咧放啊，接林深入也 OK。一斤放百八，这一块百八，两块卖啊，这卖三人。我招两个人去300块，有人诶，300块，这两块300块，一人3块过来，一两三三个人去300了，这样咧三斤哦，三斤诶，萨白鱼皮过来啊，300块，300了。三个人去爱吃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。来，这边坐。有买什么？来，我这边坐，这边小姐姐来。我坐，坐咱，坐住。你鱼皮做只，等于串烫对啊？串烫就好吃嘞。谢谢你。个人还无止3块，搁200块，三斤重哦。来，来鱼皮。真的。哎呀，你又来。个人要吃石目鱼皮的无？三斤重的，三斤重的，三百皮。来，这边小姐，搁一个。来，阿姨啊，来，谢谢，来，谢谢。来，鱼皮是3块，三斤200块。来，这边头家搁一个。过来，谢谢。个人要吃鱼皮的无？来。你这鱼皮拢东港很出的哦。每天早上半夜凌晨2点半去人厝的，个人爱无鱼皮，头前头家。我帮你开，我帮你开，我帮你开，甲孙呐。来，谢谢你来。来，个人爱无这三斤的鱼皮，搁200块，200块，200拢换好来，谢谢来。来，翻过。啊，这蛤蟆，蛤蟆，蛤蟆，蛤蟆来，食蛤蟆，煮蛤蟆汤，炒蛤蟆。有些菜贵哦，这要大粒的，一斤偌济？一斤101块，一斤101块。陈红老，你好。100块，100块了，套刷套好。对，礼拜五。100块。对。给了，给了，给了，他们大概，他们5点半就到了，啊，大概会7点开始卖吧，因为这里的人比较少。礼拜五比，礼拜五会比较晚，因为大家大概8点后才出现。在哪里？彩虹啊。再看麦，昨去挖的，挖超8点钟才挖一桶的，你看麦。挖到以后要上出来。这就卖回来100块啊，谢谢，大粒的哦。哎，小姐，谢谢，100块。蛤蟆我现在100块，这边旁边有一个。两温好来，两温来，搁一温。来，200块。来，谢谢，谢谢。再一个好来。来，够人来。Hello， 高中老师好。蛤蟆我现在100块，100块，头前头尾搁一个。来，林森路开始封地下道了吗？最后一个人给现在购买100了，100块，最后一个无，最后一个100块无，谢谢。因为这个市场算小的。有人不吃脆皮虾仁卷的不？
这是一个小市场哦。希望他们可以带来人，两个礼拜来，两三个礼拜后看能不能带把人带来哈。在做家来，在家就黑啊，你吓人，吓人来在家就吓人了。我问题做简单的问题，你有冇看过直播呀？你真冇看过直播？拢冇看过？冇可能吧？拢冇看过？冇看过直播呀？手，拢冇，你真拢看过？拢冇看过我？安尼就好解决了，哈。是欧弟嘛。嗯。哦，拢有看过，安尼就好解决。对，五六礼拜天五日。安尼我就免过个出个专播啊，来一百块来，一百块。脆皮虾仁煎来一百块，这我煎起来一条十二块嘞啊，来一百块，一百块就，一百块。脆皮虾仁煎给你更，这要包包大，哎，包啥？包豆皮的啦，你等于，你来你搁切两看，那唔着搁切两看，你这就要看个直播哦，你搁切两看。来，你食着虾仁了，回去哦，炒菜了，炒只韭菜花也好，我就食起这两块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来。就像上面有上面有。不然来，我脆皮虾仁卷一百块。脆皮虾仁卷一百块，一百块。一百块买呀，回去炒菜去煎了，一百块，一百拢有啊，来。也是新店。走。对，这是新店。今天是第一，这是第一天，这是第一天。那你知道这要买多少吗？500块好不好？不要，不要，三只来，两百块就好，两百，贵三百块，准备够哩，再够欠你三百块了，一只剩60块而已啦。来，准备过来，三百，三百块来，新人三四只，一个价三百，你准备存六十块，套金鱼准备，贵两百块。套丢几位老十块？乐群街其实很多人，老实说，我常常去乐群街吃东西。我常常在乐群街吃东西。乐群街有很多好吃的东西。小卷，我帮你拿好了，比较顺。来，过来不讲小卷。来。这个鱼买回去都要马上处理。无啊，哎，钱唔够无啊。你就杀，先杀，要杀，要马上杀。杀价四价。马上杀，然后就对，再冰。因为有内脏在里面，它死掉会不好，会有腥味。三百块，套装三百块。到你这水着，你来看卖，白素素。三百块，先来三百块。哎，这五只够三百两只。三百块，你要这个吗？这个码头，哎、欸，知道码头哎、欸。这样在看直播呢，奇怪。你有没有看过直播？有啦哦。改工人，我咧看直播的啊，讲到出个短波。那今天这个比较大吗？有啊，当然比较大啊。这个真的大、啊，这一片一斤呢、欸。大的大概两倍。这个一片大概外面两片呢、欸。对，因为昨天一片才100。买200好不好？三只给你，四只给你，五只给你，这个叫马头鱼，马头鱼，回去搞大阵就好吃。你我看看，这尾赚起来80啊，一两三是一个，一尾80，干来我查尾两百块。乐群街这边。一个四只，你五只，你200，六只你200块，马头，你马头不要吃，200块，来啦，六只七只，你八只你200了。好不好？你会自己有货了。你知道我有看影片吗？啊、你知道嘞。价钱不一样，你有看影片？好梦奇招。我如果从明天、昨天冰到现在，就一样价钱了。你来是来，六只你，七只你，八只你，搁200块。买头好啊，阿姨好不好？等你打电话，真无有钱。快啊！明火木招，增加二招。无食艰苦嘞，快啊！快好了。今天没有现切的哈、啊。现切的、啊，好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退冰，我再切一些，切成小块一点，就是现切的。等一下啊。这个点。讲一过了，讲一过了。插左刀，插左锅，插只客家小炒啊，你啊，一过了，四斤那煲啊，我叫四斤那煲。人家来，能叫我头家来就四斤那煲，竟然不一样，你知道？哎呀，一煲下。一米一百，两米两百只，八两百块，这米好上，这米好吃，只200块了，一百了只，100块，到大队来100块啦，在啊，100块了啦，来啦，100了，100了，老板你拿吧，100块，100块。
无长头无破刀，下来一百块。三个来，四个来，五个。等下找你钱啊！一百了，一百块来，这大堆要看。这么一把下来，来这边两个，你们两个啦。嗯，对啊，要谢谢俊龙哦。俊龙有，俊龙有。这一箱四千几块啊！你看卖一百块卖几个？卖四十几个啊！哎，好啦，凊彩。咱头一天来，咱卖较少的，一两百。我上来一百块，上来。俊龙帮很多忙哦。一百块。再过两个，烤鸡汤红海鸡啦，凊彩，一百块。这烤鸡汤好嘞，一百块，再刷烟。你刷伊大地啊！你切切就来吃啊！这免阁煮啊！等下切切，我三片了大地，你看我这大地，一条好干，一条半价超过300块。一人安尼啦，一人买两地了啦，两买两地了，一地咱赚300，这大地一地赚300，一地300来，一地300来，这两地要来600，叫600块，600块，这600啥？500块了，500块，这头家要两地啊，这要两地了啊！免500、400、500，就一人开价，300块了，哎呀，买几包材料？背咯，一包背咯，一斤我看了，背咯，一包都48了，背咯，你竟然跑进来看直播？哎，三八一斤还要剩60块呀？哦，对，第五市场，离亚国啦，鲨鱼烟真空包装没错。包5斤哦，嘿嘿嘿，你不用上班哦，嘿嘿嘿。到货价200块，龙网开了哦。对，两百。差不多啊。200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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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0
七。将这大只来，嘿，我抓一下来。别，搁抓一只来，青菜也好好用。这红条啦，红条倒一个红条，迄个造谣，我造谣。安怎卖吼？这叫红条，红条无只大只大条嘿。来，我招三个人摕着，我招三个人摕着啦。一尾啊，惊迄一尾啊，惊红条，一尾了3-400块。这大只你干呐？外口要切着，加一尾抬较好，一尾若无一千免钱啊。还有啊，还讲红条啦，有水无水你别来看，红记记这不是你烧的啊。跳那么大啊！等其他退色，给等下我。哎，我讲我一尾若一千六，哈喽，香娃娃早。一尾一千，你真来吼！我一人千五了，你真来千五了，你真来有办法起床？这两只一千五敢食？两个人起来一千五啦，八一千五，一人三只一千了，一千五了，空调嘛，哈？唔免买遐多啦，唔免买遐多啦，好啦，无你买一尾了，哦，一尾嘛一千了，好，啊不你咪三尾一千啊嫌伤多，啊一尾也卖一千，你嫌伤贵，唔是放咧一回尔诶，想买两回，莫用开2000，开1500，1500免800了，700，红条卖啊，红条卖啊，我丢你遐看下。喂喂，咋？500了，500块，500块，好啊，500了，过来。这台好啊，这边台啊，恁搁台啊。这两只红条只，500块，红条唔够食哦。你无食大只的大条嘞，食落去无大只嘞，过来。红条只水吧，食完了，别人买一卖300了，二啊五吧。这世间买。微微早，你家宝宝。我来个旁来个。在哪里？哦，我陪。在哪里？好啦，我陪啦。微微，好久不见。隔壁这卖衣服的看起来不好。好嘞，我那不好相处。一场死的人，我只认两个，是嘛无聊。阿廖啊，阿不廖，阿哪？是啊，伊一场死的，我一场只两个。阿姨比较老啊。比较老。阿姨讲伊今年才18岁尔，你看。哎，这一克一斤的哦，一斤重，这一斤我好卖100倍，这两块我你卖300块。朱秀莲走，什么意思？怪哦，卖你200了啦，这克搁送你个200块啦，两个人加200块了，好不好？3斤重哦，这3斤哦，哈，够没有？够我加3斤。这若无3斤，免钱，起得行无？200块两只，好不好？嘿，200块俩，收来赔这三斤200块。买衣服的应该不是老板娘，是先生。隔壁已经摆很久啊，我们是那个赛儿子是新来的哦。他本来隔壁他本来空间比较大。这果条是300块，弄我白手弄我，现在放在。五一红枣。不是啊，五啊，五啊，对啊。
你较细只，倒去拄啊小家庭啊拄好。你一尾两百，两尾两百，三尾两百块，四尾两百，五尾哦，你一尾四十块尔，六条哩啊，七条哩，两百块了，好不？两百块。好了哦，多一只给你，再送你一只来，够不够？不够再多一只来，够不够？够了啦哦。陈真亮你好，他会卖到几点？今天不知道，不过通常都是十点半，我想应该是在十点半左右。我想应该在十点半。七条来，八条来，九尾来，七十尾来，佫一个人去只两百块，两百块两百块。无啥有钱吼，无啥有钱，我话绝对无啥有钱。你若要这种碗，若要给，就算你厉害，除非你嫌中军都较吃落去。龙王不过准备很多。高位怎么也能爆？要准备怎么？能爆？